看够了吗？你别误会，我是来接电脑的。真的只是来接电脑的。你到底见不见？请进。 干嘛？在那边我怕我影响你。你在这儿不是更影响吗？要不，你还是过去吧。都过去就过去。你这个 QQ 有问题，要不要看一下？ 这可是他自己弹出来的。看来某人好像很关注我的动态。没，忠贞他这是每日汇报吗？才没有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给我发这个。是吗？你在这确实影响我，要不你还是过去吧。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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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你老大穿了什么，干了什么？你告诉我干什么？对不起，表姐，我发错人了。我是要发到老大的花痴粉群的，他们让我每天更新，还要配图哦。你这段时间最好不要再让我看到你。坐那边去啊，绍兴碗筷都给你摆好了啊。哎呀，我要是没记错的话，这是我们约好一起吃早饭以来第一次共进早餐吧。我们什么时候约过早饭？你忘了吗？住我家那次啊。你们住到过一起？不是你想那样。你胡说什么呢？那是什么样啊？从容不让说。真的没什么妈，真的没什么。看来故事还有很多啊。你提这个干嘛呢？随便聊聊嘛。那你为什么不把话说清楚？刚刚可是你不让我把话说完的。你就是故意的。让一让，让一让，坐下。过来过来，不许没礼貌啊。行了行了，都给你，你就跟你主人一样，就会说话。那也得看对方是谁，要不是我喜欢，他肯定没兴趣。干什么呢？终于有一张照片可以发到亲人群里去
炫耀一下了。比女婿多帅呀！啊，让他们实名羡慕啊！